这李兴叫戏就好过，要叫我不行，我兴就除非要西顶级的目的，那故意为亲人。安排一项震撼，完成江西的参众，定是来自设计新兵的方案。来自第二个方法，纪念兵以来，敲剑盾深含空前威胁，有办法阻挡无形的汹汹来袭吗？相接风，相接风，梁山一魂，孤松千灯，今日。天劫恶魂涌动，不为公司更好终于不死之心了。兄怀不该为主，闻天可敢为敌。一定之端，行动的弟弟多来用在阿伯干。我只想就打出进去，我只想就进入去，无名高雄，趁人夺目，金色战袍，打入集中开启阵容，你孤军孤勇，我该做眼前全部退缩。我来见证的政府团神，我将终结卢修新威。天都之上，剑魂密布，六万之王，三路入来，一股阴敌逼视的气氛，暗示一场殊死之战中期。我极相信。风帆已尽，今日数目以逼人之力，换作逼心，以先进，这先进，好。好，这个臭逼肉，好。出发。龙狮，狮，素还金人来的好快，十一千金的兄弟刚好都死了。唯一的阴地阿空，不便归回下风，做掉亡人之鸟，中天之狗。积极积极，咱们天津再现新面孔，火警正道一力敬小灵，面临关键一战，拼尽一血，尽量应时造好梦。刺激刺激刺激，不要相信集中再现，苏焕金前的团结，仍可以继消灭河西小秀吗？咱们天津高手尽出，叶小天众人挺身而出，仍可控制势力庞大小灵梦。如有夺回文天顶。同时相雄对决，究竟谁占上风？有几个？请继续观赏我们的部队《刀龙喷水》第33集《初寻新威》。在天外无敌的尽头。有一片神秘伟大星土，聚集许多神话的灵魂、英雄的精神以及不朽的意志，传说那就是神机水王以初生之地，名为诸神之乡。以前古以前，有一个神。一因诞生，伊第一步踏出希望，第二步
打出西风，一手正要开创，一手正要毁灭。因为世间带来无限福德，也带来无穷财富，有人感谢伊，有人敬信伊，更有真济人就是畏惧。直到如今，伊的作者尚未隐灭，伊的步伐尚未停休，伊的身影仍在流浪，伊的故事仍被传颂。后壁这字看无呢？郭大胆，又不惊动于神族还王母之宗室，所以叫你不讲故事给我听。我若不听故事，都困未起嘛。不准有理由，不准顶嘴。哼，落彩了。我问你，书中遐怪异的图形是啥物？那是圆玉文字，内容乃是一首古怒的歌谣。歌谣啊，我要听，你念给我听。想长了，我记不全。那就讲你记得的部分，让我想看看。东极中是兄弟的严红的武艺应有天机，红明其暗就要监督，不忘不忘打出兄弟，红苗文麒麟流动，正义如飘回归之间，幸福开启新贵正道，流星坠落，天地傲骨，哈达天机，心夺红尘，红尘之人昂首前行，眼前尽是光明正强，武林的未来，有种巅峰何等光辉。